没错，请你自己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数学三的洪以成。好，那今天带来这首歌叫《烟瘾》，然后我没有抽烟，大家有抽烟吗？有，应该也不会自己说。抽烟不好，但是适当的排解情绪，对，好。掌声给超哥，掌声，掌声，不需要你们的掌声。有些时候，算了没什么，一样在天亮前走上顶楼，一样落雨的街头，迂回的懦弱，一样在恍惚中燃起了火。想到几年时间过去，还是成了当初不愿长成的大人，探出窗外的手，轻轻抖落，算了，也没什么。牵强的理由，不愿被拯救，一样在遗憾里撑起了烟，拼死悼念。年少成段的年华放生，才懂得往后再找不着。
谢。